哎，健姐姐，今天有什么好康分享？哎，今天我来到这个四季哦，四季花园哦，我想要吃这个客家面哦。Jack， 你想要吃什么？我想要吃拉萨咖喱面，有吗？哎，有啊有啊，请跟我来，快点快点来。走东西都一碗，这个是它的卖点呢，然后它有这个咯，它有拉萨、干捞、鱼清汤，然后是怎样自选的啊？没有，如果你是干捞，它是一碗汤咯，这样子咯。它三单这个没有骨粉也是有，或者你要拉萨，要咖喱汤，不要清汤也可以，然后你要选什么料也可以，面好吃。还有你的永兴什么？我这个鱼圆里面有三粒，这个有两粒。哦，有啦。然后你要鱼饼吗？可以 try 一下鱼饼啊。你选料。鱼饼。Later。哇，拉萨拉萨来喽！还有就是这个客家面也来，然后一碗汤也来了。我是客家人，我点了这个客家面。来捞一下，捞一下，来try一下它这个客家面，不错不错，很清淡。来看一下这个汤里面有什么，牛力鱼丸。有一个白豆腐，还有这一个鱼饼，看一下，还尝一下，试一下，哇，很鲜甜下哦，不错哦，再喝多一口，不错不错，手工鱼丸，看一下，那个它的肉很扎实，然后很 QQ 弹弹。来试一下这个炸鱼饼，炸鱼饼，手工鱼饼。给我们点这个辣椒，多汁哦，不错，外脆内多汁，不错不错。老板娘推荐给 Jack 的这个拉萨面，然后 Jack 他就试了这个拉萨汤头，给你们来一起听听看他讲什么。它的味道很像以前我们读书食堂的味道，这碗拉萨面里面是有这个豆腐，还有西哈，还有这个鱼丸。来听听看 Jack 之后感言。有那种古早味，